关怀肾脏，健康你我他。要检查的人麻烦先到旁边的单子。黄太太，你也来做免费的成人健康检查啊？是啊，40岁以上的成人每3年健保有补助一次免费的健康检查，就可以初步知道有没有肾脏病，这样才能够早期发现、早期治疗嘛。那么除了定期检查以外，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？其实日常生活的保健也很重要哦，像是不抽烟、不酗酒、不熬夜，还有多喝水，都是很基本的。哎，那像我家那口子平常开车时常憋尿，又喝水喝得少，会对肾脏不好吗？当然会啊，而且长时间开车容易劳累，又缺乏运动，你真的要提醒他适量喝水，多休息，而且在饮食方面也要帮他多注意哦。哇，肾脏保健的秘诀这么多，下一次我再向你多请教哦。没问题。爱护肾脏，守护健康，国民健康局提醒您。